有了这台 2F-9F 施肥机以后，为我们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野外作业质量得到了提升，挖坑深度、宽度、施肥得到了保证。第二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没有这台施肥机之前，传统工人背着肥料和锄头满山走，单从施肥这层面来说，效率提高了10倍。 第三，降低了野外工作安全风险。野外工作时会有蛇、毒虫等危险动物，工人工作时暴露在外很容易受伤。有了这台施肥机以后，人直接在设备里操作作业，避免了这种风险。LiuGong 2F-9F 施肥机配备空调系统，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，在爬坡、 挖坑、回土的工作环境下动力十足，设备小巧玲珑，能更好的在林间工作。